说今天晚上公元2011年 Mc 萌德带给你的快乐时刻，所有的小伙伴双手举过头顶跟上节奏，来吧，这时间闭上你的眼睛，缓冲你的情绪，让我的音乐一点一滴为你跳动。现在带上你的身体，跟随我的活力，现在的朋友做好准备了吗？Am I rebooting? Let's go.我拼了命的努力，我正想证明自己，现在这个社会没钱谁能看得起你，生活中的压力它被我化作动力，混了好几年我仍然没有半点出息，感情上的生意它被我看作激励，山盟海誓的爱情那是个什么东西，我不想再失去，我继续努力，可是我得到的还是他们的一败涂地，再次的激情，再次的努力，再次的我换来了又是又能动机，当我往前追的时候反而追得更紧，痛苦的满足了还要继续装傻，我的梦的只是一个简单的想法，一些不敢做的事和很多不能说的话，一些很多人以为成功的代价，去死吧，吃完饭了还能什么口味，